举直，手掌打开，手掌打开，右手举直。哎呀，糟糕，我们很多小朋友肘关节打不直哎，怎么办？好，哎，有人是不是这样，肘关节打直？好，手放下。很好，这个手势叫做安静的。请小朋友一定要感谢我们毕明会各位家长这么的用心，帮我们布置了这么漂亮的会场，准备了这么多的点心，等一下你都有点心可以吃。好，大包大号的课，大号的科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当然要谢谢我们所有六年级的老师哈，您的帮忙，我们的六年级的小朋友才有办法在这边好来参加这个同乐会。好，那当然谢谢会长好大力的支持，好，其实可以让我们再走出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个同乐会和校长非常敞开，我希望小朋友等一下可以尽情的玩，尽情的欢乐，但是呢注意安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有等一下五年级那边在考试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可以欢乐，但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，因为五年级五年级的小学弟妹可怜，他们现在还在考试哦。好，那个学哥哥弟弟们，好，那上一次谢谢所有的家长，我们特别在帮校长处理。更进一步，然后迈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